赵景瑜，往哪儿去？对呀，往哪儿跑？你不挺厉害的吗？啊，别动啊！往哪儿去啊？我怕你别动啊！跑什么呀？往哪儿去啊？别动啊！去哪儿啊？别动！干什么你们？造反啊！ 找好了，看见没有？啊，这就是你带出来的啊！有必要吗？非要赶尽杀绝吗？滚！酒店，哎呦，周经理，你小心脚下，周经理。经理，有缘再见。 长本事了？不是，教练，没有，我们就是开个玩笑。闭嘴！你们几个，包括你，上操场，一人给我罚50圈。现在，立刻！50圈？马上！走你！精力旺盛啊，50圈是不是太少？ 休息，我这跑不动。行，刘哥，今天的事儿以后还是我兄弟。别在我心里这口气，今天终于出了。今天可把赵阳的老狐狸打得不轻。但是今天啊，裴熙挡住赵阳的气势，好像跟他有仇一样啊。我告诉你，不是他俩起内讧，就是裴熙。 队长，你看，这赵阳真是活该被抓，活该，大快人心。对呀，没有想到传奇战队的赵阳这么黑，这个叫陆毅的文章写的真好，虚的，看我们家陆毅多给力。 总算给空哥和秋英报仇了，赵阳活该，好样的！可以啊，做的挺有模有样的。真的吗？嗯，太好了，那我明天就拿给洛天老师看。哎，对了，你给我讲讲呗，你是怎么把高高在上的洛天老师给俘虏的？什么俘虏啊？都不知道他把我骂的有多惨。我给你学一下啊。 是这样的，秋英的解说根本就不叫做解说，你，也就是把别人看到的东西复述了一遍，以后不要再让我看到这种没意义的东西了。可以啊，你学的还挺像的，他都这么骂你了，你还要把视频给他看啊？只要他愿意看，那怎么骂我都行啊。要不这样吧。 我跟骆老师关系还挺熟的，让他帮你走个后门。谁说的呀？我们这个行业不需要投机取巧的花瓶。谁呀？谁这么油盐无珠？说出这么肤浅又幼稚的话，要我知道的话，一定放不过他。不好意思啊，打搅一下，蛋糕只剩最后一块了，二位反正是情侣，不如一起吃吧。 不，我们不是情侣。没关系啊，不是情侣也可以一起吃蛋糕啊。没有，谢谢。谢谢。
哦，你吃吧。嗯，这是草莓蛋糕，你喜欢的，那你吃吧。我一个大男人怎么好意思让女生饿肚子？要不这样，就像他说的，我们两个一起分享一下。 切好了，哎，笑什么呢？蛋糕切好了，吃吧。这一颗心就被你分成两半了。那不然怎么切啊？横着切。 季老师，明天有没有空啊？带你去个好地方。去哪儿啊？你不会想找个地方给我打气吧？没错。
还好今天这个时候人不多，我们一上午玩了这么多游戏。哎，等一下，我们吃完饭去玩创极速光轮啊。啊？嗯。怎么了？那种程度你肯定行的。嗯。不过没想到今天能跟你玩得这么合拍，真的是超出了我的预期。真的吗？那只要你开心，我做什么都愿意。快吃饭吧。哦，对了，我今天看到有游客参加第一次的活动，把在乐园里有趣的瞬间全部分享到了网上。是吗？感觉还挺有意思的。哎，那我们也拍了那么多照片，我们也参与一下吧。好啊。啊，我觉得这张不错哎。我们就叫它第一次点亮了童话世界。可以可以，用这张。好啊，再看看。我觉得这张也特别好，你还闭眼睛了呢，就它了，就它了，就叫第一次亮得睁不开眼。还想晒我出丑？哎，你自己也有丑照好不好？你拿给我看看。多着呢。哎，我问你，你玩这些娱乐设施，你真的不害怕？我不怕啊。我都说过了，我不害怕的。说过了不害怕，你看看你这张，感觉紧张的要命，还说我呢没有闭眼睛，你也闭眼睛了好不好？我这是刚好。这张也闭了，刚好。哎呀，好了好了。其实，你并没有像自己说的胆子那么大，是为了陪我才玩的吧？也不全都是了，吉祥坤，谢谢你，是因为有你在，才让我有勇气，第一次玩了那么多向往却又不敢玩的东西。而且有你陪着我嘛，尖叫的瞬间，我感觉我整个人都得到了释放，我所有的烦恼都一扫而空了。我希望你也是这样，充满斗志的去面对未来的比赛。明明都那么害怕了，还要陪我，是因为想为我打气。秋英，是我该谢谢你。你等我一下。哎，你去哪儿？哇，米奇！哇，天哪！我可以跟你合张影吗？太好了，太好了。你叫我吧。和这么多迪士尼的朋友一起拍照，拜拜。这样就完美了。你的公主梦做的也太小了吧。天哪，这些都是送给我的吗？你一进迪士尼就接那这些气球，我都看到了。谢谢。
还有这个。今天我的公主梦算是完全实现了。秋英公主，你的公主梦才刚刚开始。跟我来。哇，旋转木马。秋英公主，你的座驾已经为你准备好了，跟我来吧。走吧。秋英，你这表情是不是又在胡思乱想些什么呢？我没有啊。哦，我是在想，我们都玩了那么多刺激的了，还真的挺好玩的。要不然，我们去把创极速光轮也玩了吧？我不想让你留遗憾。你不是害怕吗？别勉强自己啊。只要有你在。我就没有什么再怕的。吉祥宫骑士，这是秋英公主的命令。遵命。秋英公主，今天你的心愿实现了吗？还没有。我希望你无所顾虑的去参加比赛，加油！放心吧，我一定会拿回冠军奖杯的。吉祥空，你永远都是最棒的。哎，干嘛呢？我那个思考人生呢。啊，不是，你等那个聊两句呗。说快点，别耽误我睡觉。那个，谢谢你啊。
不是你别误会啊，我不是谢你让我重回战队，我还不稀罕回来呢。要不是罗爷，你到底想说什么呀？我听说赵阳的事儿呢，你背后出了不少力，所以谢谢你伸张正义，大义灭亲。大义灭亲？不是，就是想跟你道个歉，之前误会你了，以为你是跟赵阳一样的人。所以，你承认你眼瞎了？你才眼瞎呢！但是啊，不代表咱俩和解了，明白吗？一码归一码。毕竟我坤哥是因为你走的，这事我永远不能原谅你，你知道吗？以后还是咱俩井水不犯河水。你，送你的。谢谢啊。陆依依，你说你，又因为你写的文章，现在整个杂志社又忙得乱了套了。哎呀，你让我说你什么好？对不起，有什么用？哎，任总。哎，那个陆依依是你们那儿的吧？是是。这次的这个稿子又是他写的吧？对对对，又是陆依依。哦，那我觉得这个稿子还挺好的。我们集团决定啊，再给你们拨点款，让你们调查什么的也方便点。真的吗？哦，好好好好好，一定注意，一定一定。嗯，好好。哎，任总再见啊。施主任，都是我的错，我愿意承担一切的后果。你承担？你怎么承担？怎么，闯了祸就想一走了之啊？那这个烂摊子谁来管啊？那你想？刚才任总特别表扬了你的文章，说在业内引起了一致好评，要我们赶紧趁热打铁，在下一期杂志上面做专题报道。而且呀，集团还会特批给我们一笔预算，专门用来做采访、出现场。真的吗？谢谢施主任。来，拿着。如果没有你呀，我们这杂志社可能就这样无所事事下去。过几年撑不下去了呢，就关门了事。杂志社的未来就看你们的了。您放心吧，主任，未来就看我们的了，我们会努力的。嗯，加油！加油！干嘛？8分45秒的那波团战，对面三个残血，你当时状态跟位置都特别的好，为什么不追？他们进塔了，我要越塔我就死了。你就那么怂吗？对我而言，这就是一份工作，何必那么较劲呢？是，何必那么较劲？跟我打了半个月的篮球，一个球都没进。你是队长，你想玩我只能陪着。是我高看你。真的以为我打不赢你吗？我知道，在一次比赛中你不听指挥越塔强杀，结果输掉了比赛，被战队剔除了。后来你换了4个战队，没有一个战队让你打中单。我打不了了。机会就在眼前，就看你打不打了。
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洛天。大家好，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阿灿。经过了短暂的休整期后，我们2018巅峰秋季赛常规赛如约而至。此次比赛，我们的强势战队将再次云集，也注定他们将经历非常激烈的厮杀。常规赛将继续采用积分制，前四强将挺进季后赛，决出季后赛的冠军。夺得冠军的队伍将直接拿到通往温哥华全球总决赛的门票。是不是大家已经非常期待了？让我们有请两支揭幕战的战队，光彩照人的北极星战队以及永不言弃的川崎战队，欢迎他们。话不多说，我们宣布比赛正式开始。接下来我们首场循环赛对阵北极星战队，大家说说有什么想法。老规矩，四保一，我打中单，既保险又把握。刚才传奇也是四保一赢了。头屋你觉得呢？我没问题。卢胜呢？我想先听听队长的看法。他那一套我们一个月都练不到，听个屁呀、啊！我不会上场丢那个脸的。我觉得我们对战北极星，重点要放在英雄的选择上。怎么讲？秋季赛初期，大部分战队一定会用之前的英雄体系。假如我们用新的英雄搭配组合，他们不清楚我们的战术意图，打法会很保守。前期我们先抱团打边路，等他们来支援时在中路速退。七月，你的阿信练得怎么样？文姐，我坚决反对用新英雄，这是秋季赛不是内测赛，况且大家也还不熟悉。你别拿我的职业生涯开玩笑。我哪怕真拿你的职业生涯开玩笑，也不会赌上 VNG。 我们必须用新的英雄搭配新的组合，还用之前的老套路，未必能赢。输了也是因为你手残。队长说的没错，我觉得尽早用新英雄利大于弊，而且即便这场北极星没有选择新英雄，你也很难保证下一场其他队不会选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们就输在了起跑线上。怎么最近屁话这么多？管好你自己。如果你不敢用阿信打中单的话，就直说让我来。什么意思啊？好了，都坐下。七月，坐下。尽早的选择新英雄，的确是利大于弊。这一次，我们就根据向空的计划执行训练。现在是怎样？你们联合起来针对我是不是？文姐，你是职业教练，这什么狗屁策略你听不出来吗？你愿意这样子看 VNG 上场丢脸啊？怎么说话呢？七月，这不是你一个人的比赛，还有我请你先把你的新英雄练好了，再来跟我讨论丢不丢脸的事情。记住，你是一个职业选手。散会。队长，我们先去训练。谢了。
舒婉，别生气了，我会督促齐越练习的。我算是看明白了，在 VNG， 他只听你这个师傅的。齐越刚才是有点过分，但是你不觉得你太相信那个吉祥空了吗？我跟你共事这么多年，我的风格你不了解吗？我这个人一向是用人不疑的。但是这次太冒险，不是我们战队的风格。不好意思啊，现在是了。不是舒文，从现在开始 ，VNG 放弃保守取胜，这也是我所希望的。舒文，我要工作了。睡吧，明天早上第一场呢。再看一会儿吧，毕竟明天是第一场。不用给自己这么大压力，输了也不会有人怪你的。睡吧，状态最重要。谢谢你。谢什么？比赛又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情。踏实睡吧，啊。睡了。北极星 ，VNG 实施战队也是经历了重大的人员变更啊，他们的主将由中单裴熙变成了备受争议的季向空。VNG 会因为离开第一中单而一蹶不振，还是会因为战场欺诈师的加盟而重获新生呢？让我们拭目以待。有请两支战队上场，有请。你觉得哪个能赢？不好说，这得看他们选什么英雄了。我觉得呀，季向空会赢，因为他的战术诡异多变，圈内很少有他这样的。那可没有，等着瞧吧你。哎，裴熙，现在两队已经到了班选环节，让我们来看看大家的选择是什么吧。好，我们看一下 VNG 这边，这头不痛？齐越是选择阿信，来帮你选择他。齐老的性格感觉不太一样，他平时不太会选择。说了。啊，有点意思啊。怎么可能？这才哪到哪？裴熙说的不会错。大家带来一场精彩。到这看吧。让大家眼前一亮。哎，你等下不是还有比赛吗？你怎么还不去准备啊？我这就是在准备。我
不是，你稍微存一点，稍微存一点，别跟他们打。OK OK。祁煜，去中路支援祁煜。对面有两个人，我拖住他们。快点，神韵。好。祁煜，你自己做好视野。神韵，神韵，你怎么不早点来啊？对不起，七哥。现在北极星已经开始推水晶了，北极星这边最后出现了无人机的水晶，漂亮！这个恭喜北极星拿下了全队赛第一场的胜利，再次恭喜！太快了，太快了！这场，我觉得这个比赛打得好像超乎我们的想象，时间有点短呀。对，感觉大家还没有看过瘾，就已经结束了。现在满意了。希望无人机下一场可以调整好状态，能够给大家带来更好的一场比赛。第一场而已，需要磨合嘛。哎，人家裴熙第一场可是赢了呢。去，有你什么事？对呀、啊。季向空压根就没有看中这场比赛的输赢。什么意思啊？我要走了，等着看我的两个连胜吧。裴熙，加油。嗯。七哥，七哥别生气了。你没事吧，空哥？我能有什么事啊？输一场比赛而已。一会儿该你们了，加油！江空，好好打，我们可等着你翻盘呢。一定会。裴熙，这个赛季打得不错。谢谢王姐。加油。走吧。加油。一场比赛说明不了什么。我看好你。放心吧。开赛以来连输四场了，他们可是去年亚军啊。是啊，要是再这么输下去，出线进入季后赛就基本无望了呀。哎，松哥 ，VNG 今天怎么回事啊？连输四场了，什么玩意儿？操你自己的心。啊，不是，松哥。哎，这。季向空，你这手残加脑残，连输四场就用你的狗屁阵容，你这样我不敢动你吗？干什么呢？大家可以解决问题吗？季向空，我们已经输了四场比赛了，现在积分倒数第一，再输下去我们连晋级的可能性都没有。你是不是应该给大家一个合理的解释啊？输了几场比赛你未必是坏事。我做了统计，我们的新阵容每一个人的数据都在大幅度提升。同文的走数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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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好看有什么用？还不是输了？就是因为你，大家都不在最合适的位置，
中路需要前期发育，后期打出巨大伤害，而你呢，总是前期游走抓人，根本不适合中单的位置。所以下一场，我会把卢晟调到中单，同时重启双月组合。什么？双月组合？没搞错吧？我再跟你说一次，没本事不要在那边出馊主意。谁不知道我跟沈月的双月组合早就被破解了？我说的是新双月组合，你用新英雄打野，沈月辅助你尽快入侵敌方野区，卢晟在中路推线，逼对方来参团，同时。双月组合绕回中路进行收割，这样的四分钟，我们会有巨大的优势。我觉得你想的太理所当然了。我倒觉得姬香空这一招，明修栈道，暗度陈仓，战术上是有点危险，但是在打法上，更加适合我们每一个队员。裴熙在进 VNG 之前，双月组合一直都是我们的制胜法宝。齐月，我对你俩的操作是有信心的。况且我们这次加上了新英雄战术，我同意重启双月组合。文姐，就算真的是这样，你认为卢晟能打中单吗？我可以。比赛将近，突然更换队员的位置，打新的打法，这恐怕风险太大了吧，李总。没有人能比我更熟悉传奇，也没有人能比你们更了解裴熙。你真的觉得我们没有胜算吗？话别说太满，如果输了，你负责不起。如果输了，队长的位置我让不出。让卢晟打中单行吗？再一个就是双叶组合，我们李敢，我知道你在担心些什么。可现在是很关键的时刻，我们两个人作为领导人，我们一定要给队员更多的信心才可以。可是舒文，我们不能再输了，再输下去，这半年的所有的努力全都白费了，我们输不起了。那么多大风大浪都过来了，一个常规赛，没有信心了。我就是想不明白，你对季向空的信心到底是哪来的？就是因为孙泽义看中他吗？你什么意思？我没什么意思，我只是担心，如果你已经决定了，那就按照你的计划去做吧。我先回家了，你早点回家。